来到，然后主日提醒我们迎接很快会开始。一方面我们要期待天主同人人守望，去好好准备自己迎接耶稣的来临。虽然我们不使感激好似四处缺咁，但系圣诞节前，好多圣堂都会安排团体会聚礼。今日到下昼，我哋都会有一个团体会聚礼。今日嘅读经讲我哋。因为喜乐，因为主嘅真意嚟拯救我哋。喺读经一里面，以赛亚先知话：城开得有如百合，高兴得欢乐。歌唱当救赎的时候来到，那是孩子的眼睛要明朗，聋子的耳朵要开启，那是孩子必要跳跃如露，阿爸的舌头必要丰富。以赛亚先知的说话是预言耶稣会医治，同埋带希望俾好多人。不过我哋唔应该觉得净系我哋的身体要被医治。我们的灵魂在生活受的创伤，人和人之间的创伤都会被治愈医治。看看今天的福音，约翰被捕，因为他跟哈罗德王说，你的兄弟哥利伯做众罪深，你不可以占有他的夫妻子黑龙的啊。当约翰着监狱那阵时，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，就派遣他的使门徒去问耶稣，你就是预备的那一位，还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？耶稣引用今日读经一里面的以赛亚先知的说话：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约翰，孩子看见，果子行走，麻风病人得到洁净，聋子听到，死人复活。其实耶稣讲紧嘅系，我就系要嚟嗰一位，我系西亚以色列嘅。主王，当福音讲墨西亚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时，其实是透过基督徒团体，耶稣就在这里亲自做传道工作。但是耶稣还需要更加
要正咁樣進入我哋嘅生命，我哋要經歷救贖嘅喜樂、醫治嘅力量，呢啲就係耶穌會帶俾我哋嘅嘢。有好多基督徒就係仲未經驗到耶穌帶嚟呢個世界上最大嘅喜樂，好似佢係一個天主嘅使者嚟準備教主嘅道路，我哋都要準備自己迎接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，同埋我哋都要為其他人預備道路，咁樣佢哋都能夠經驗我哋會嗰日渴望嘅救贖、靈魂嘅醫治，以致心靈嘅重傷。聖誕期係一份禮物，我哋會送禮物，亦都會收禮物，讓我哋同他人分享聖誕禮物，即係耶穌誕生帶俾我哋嘅喜樂。